探索生命，保护生命，始终是人类不懈的追求。天士力将中华文化精髓植入企业文化，以追求天人合一、提高生命质量为理念，创造健康，人人共享，胸怀使命，励精图治，让生命之光照亮世界，成就世之大道。进入新世纪，健康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。天士力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，多元融合现代科学技术，率先提出现代中药新概念，确立三高一新的发展思路，全面推进国际化，创建现代中药产业链一体化质量标准体系，实现了制药技术的重大突破，使传统中药发生了质的飞跃，走出了一条大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之路。以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威胁人类生命与健康的第一杀手为主攻方向，成功研制出现代中药复方丹参滴丸，以其独特的临床优势，成为预防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不可替代的基本药物，成为现代中药第一品牌。2010年，复方丹参滴丸成为第一个通过美国 FDA 二期临床试验的中药复方制剂。2012年，进入美国 FDA 三期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，为中药走向国际医药主流市场闯出了一条通关大道。从一个科研成果带动了一个产业的崛起，创建了现代中药产业链质量标准体系，形成了大品牌集群，推动了中药现代化、国际化、跨越式发展。创新源于消费者的需求，是企业发展不竭的动力。以理念创新主导企业发展，打造国际化的生物医药科研创新平台，构筑大科研体系，以大病种、大品种系列化的研发思路建设没有围墙的研究院，按照不求所在但求所用、成果所有、利益共享的合作原则，建立无间制开放式的研发机制，实现科研技术成果与产业市场的无缝对接，使百项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，创建了核心专利、外围专利、竞争专利、防御专利、复合型网状式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，以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，增强核心竞争力。质量源于顶层设计，标准在于精准执行，打造全产业链一体化、国际化领先的生物医药制造平台，精心做好一盒药。为了保证药材品质，在陕西商洛、云南、四川、甘肃等省市建立了11个药材基地，实现了优质药材生物培育与种植的产业化和标准化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，打造国际先进的数字化中药提取生产线，达到国际先进标准，创建现代生态型企业，追求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，坚持清洁、精益、高效生产，发展循环经济，打造智能化、标准化、规模化的国际先进制造大产业体系，实现产业全面升级。自主研发了国际领先的滴丸制剂生产线，建立了现代化中药冻干粉针剂生产线，率先应用多元指纹图谱技术，
全程数字化在线生产，确保产品质量优异。按照高质、高端、高新化的生物药发展思路，以国家“十一五”期间唯一批准的溶栓类一类新药普佑克为龙头，建成中国最具规模的哺乳动物细胞培养基地——上海天士力医药，融创新性与先进性于一体的江苏天士力地翼化学药制造平台，生产标准符合欧洲 MEA 和美国 CGMP， 重点生产抗肿瘤、心血管及护肝等创新药物，做好一瓶水，保护好水，研究好水，创新功能性好水，选自世界著名三大冷矿泉水系长白山天然矿泉水源，应用高科技纯物理技术制成小分子团水，利于快速进入细胞，发挥物质、能量及信息代谢的生物活性，提升了人的生命质量和健康水平。做好一杯茶，利用云南普洱茶优势资源，创造性地将现代生物技术融入传统茶产业，研发出科技、健康、符合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新品类地博尔系列茶针，开启了健康茶品新时代。做好一樽酒，打造现代健康白酒，创新现代饮酒文化，秉承传统酿造之法，融合现代科技成果，首创白酒三级质量管理体系，现代生物发酵技术，开发智能品酒机器人，实现了生产全程数字化、标准化，确立基础市场在国内，目标市场在国际，大品种、大终端、大市场、全覆盖、大品牌的营销战略，实施创新全员营销模式，创造消费者价值的整合品牌营销，使渠道无缝链接，实现了与消费者全方位零距离的沟通，通过大数据云营销网络，向顾客提供个性化的超值服务，以提高品牌全球竞争力为目标，积极开发国际市场，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。营销网络已覆盖北美、非洲、东南亚、欧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经销商会员已达100万人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。强劲的创新动力，卓越的品质保证，以客户为中心的品牌营销模式，构筑了天士力品牌大厦的根基，打造了天士力品牌集群。第一品牌，心血管用药复方丹参滴丸；第一品牌，脑血管用药养血清脑；第一品牌，脑胶质瘤治疗地清；第一品牌，保肝药睡林家；国家生物一类新药溶栓药普佑克，领航品牌集群。天士力传承中医药治胃病、治乙病、治末病的理念，提出防治养管一体化的大健康管理新模式，倡导大健康五大体系，打造五个一品牌工程，实现对生命的全程呵护，与著名医疗机构进行多元合作，建立大康复、优专科、高水平、有特色的医疗康复体系，开展医疗康复、功能康复、养生康复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探索，通过健康检测、风险评估、健康干预、健康管理，走进社区、进入家庭，拓宽服务内涵，
探索健康管理新模式，实现健康人生。今天，大健康事业迎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机遇期，天士力创建了大健康观、大健康文化、大健康产业发展体系，构筑大健康产业领航品牌。我们正以科学拼搏的精神，积极融合全球资源，构筑一个核心带两翼的大健康产业发展格局，通过八大保障体系，实现三大产业有机结合、协同发展。通过为全球家庭提供健康产品和服务，实现生得优、活得长、病得晚、走得安的健康目标，这就是天士力人的使命。大道之行，积于跬步，创造健康，永无止境。天士力承载大爱，让生命之光照耀大地，用健康梦托起中国梦，在创造人类健康福祉的大道上阔步前行。